人讲这人生海海海海路好行，唔通我头茫茫着的梦。有人爱着阮，偏偏阮爱的是别人。这情债怎样计较输赢？大家好，我觉得没有人会觉得你不适合唱《海海人生》，没有人不觉得哦，就觉得这歌太适合你唱了啊！不管你人生的经历，或是你唱歌的方式，但是越适合你唱的歌，越是一个陷阱，因为你会有很多句子、很多转折、情绪的转折，你会觉得这个你轻而易举就可以做到了，你知道吗？如果你是有人生故事经历的人哦。唱到这句“轻轻松松，人生路途阮来行”，“轻轻松松”这个四个字，你就想一想，说你是你这么沉重的人生旅途哦，你越是轻轻的走，越能产生一个共鸣给听众。就是这个轻轻松松，其实没有这个字面上那么轻轻松松，你是经历很多事情呢。你想说经历过这样的事情的时候，唱这四个字要怎么唱？更洒脱一点的唱，应该更举重若轻。你就像说，如果我要跟一个人讲我内心的心术，下浪再好了，我越是这样的心情，我这个心术是越不能大声的讲出来，那么明显的讲出来，我一定是很隐晦的，甚至是很隐藏式的来表达这个情绪，才有心术下浪在这样的心情呢、一样，海海林先生讲什么？海海林先生不是在讲说你人生有多宽阔，海海林先生说：“哇，人生这么宽阔，我居然无路可走。”是这样的心情啊，可以选一下，谢谢。